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牧人青草地。今天我们要看的读经进度是创世纪第37章，我们就要来看约瑟的故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蒙爱的儿子。是的，约瑟他是一位蒙爱的儿子，他是他父亲雅各年老所生的儿子，而且是从雅各最疼爱的拉结所生的。因此从小雅各就对约瑟疼爱有加。那我们每一位信主神的儿女都应该是神最宝贵的儿女。求主再次帮助我们，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权柄的哦。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个君尊的特殊的地位。而且我们看到雅各特别为着约瑟制作了一件彩衣，让人看到他所穿的彩衣就知道他是一位蒙爱的儿子。神也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神的儿女一件公义的白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一位浪子回到老父亲怀抱的时候，老父亲就为他准备上好的袍子穿上，为他戴上戒指，为他杀羊宰牛，这样子欢喜快乐来庆祝他。是的，我们的身份地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自我诽谤，我们不要看轻自己，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是蒙神所爱的。好像前几周牧师所说的，因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我们要成为蒙神恩宠的神的儿女。那蒙神恩宠的儿女，我们的行为表现就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如同以弗所书4章那边所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的生命要更新。那在今天我们的经文看到的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所行的是恶的，因此约瑟常常把哥哥们所行的恶告诉了父亲雅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蒙了恩，我们所行的是要能够去见证荣耀神。那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主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让人看见了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是蒙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接着我们来看约瑟蒙神的恩典，神给他做了异梦，做了2个梦，是有关于未来的事情所要实现的，是关于哥哥们的禾捆要向约瑟的禾捆来下拜。哥哥们听了就非常气愤，说难道我们要向你下拜吗？第二个梦更是不得了了，就是天上的太阳、月亮还有星星都要向约瑟的心来下拜。哥哥们很气愤，说难道连父亲母亲都要向约瑟来下拜吗？但是雅各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而且这个梦之后是会应验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说在幕后的日子要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使他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是的，我们属神的儿女，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异象跟使命。我们也看到约瑟以后他的梦会应验，而且他要成为一个解梦的人。求主的灵再次引导我们，因为没有异象灵就放肆，我们要遵从神领受异象，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使命，我们要去遵从神的使命。而且接着我们有了这个神的使命之后，我们要忠于所托，我们要成为神忠心的管家。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到世间去放羊，年老的父亲雅各
就差派约瑟去看看他们哥哥们平不平安，回来报信给他。那约瑟得到雅各的托付之后，他很忠心的跑去示剑，跑去示剑呢，看不到哥哥们，就去打听说哥哥们跑到哪里去了，他哥哥们跑到遥远的多丹那里去。那约瑟也不负使命的去到多丹那边去找到了哥哥们，是终于他父亲的一个托付。但是呢，却在多丹那里，他哥哥们因为嫉妒约瑟，他就把他的彩衣给脱下来了，而且他们准备还要把约瑟给杀害，看这个梦到底会不会应验。但是神的保守保护着约瑟，让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流便替他说话，说不可以下手杀害，先把他放在坑里面就好，然后接着呢，犹大也跟他的哥哥们说流这个少年女的血对我们不好，我们只要看到刚好有一个米甸的以斯玛利人商人经过，说我们不如我们就把这个约瑟卖给他们。看到这个故事，我们是说蒙神的所爱的儿女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呢？他被卖了，但是呢，让我想到了耶稣也是被卖，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他选择饶恕。我们看到约瑟他的生命也是等到他最后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他成为埃及宰相之后，他哥哥来求他饶恕的时候，他就跟他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让我预先下来，要保全这许多人的性命。所以约瑟他也是选择了饶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再去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蒙神所爱的儿子，我们所行的是不是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有没有穿上新人，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更新，还有我们是不是有领受从神而来的意向跟使命，而且是忠于所托，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虽然预卖，虽然很多的人得救我们，但是我们人仍然是选择饶恕求主再次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要成为蒙爱的儿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行的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从神领受神你的意向跟使命，我们知道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引导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能够去见证荣耀主的名。而且我们很多时候若有人来伤害我们，我们仍然选择愿意去饶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所走的路，在你面前蒙你的引导跟祝福。现在我们的感谢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宣教之旅这个专题。今天所要分享的是一位很特别的宣教士，他叫做艾伟德。这位宣教士又被人称为小妇人可能有一些人听过。艾伟德在1902年2月2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的艾德孟登，他是家中的老大，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父母亲因为家境的需要，需要外出工作为生。他读书的时候成绩很普通，但是在14岁时就因为家庭的需要而辍学外出谋生。他曾经在杂货店里面工作，他当过家庭的侍女等等各样低廉薪资的工作。他在这当中生活十分的艰苦。改变他一生的经历是什么呢？是有一次他经过一个教会，被人半强迫的拉进去。起初他有一些的不高兴，但是就在那一个晚上，圣灵抓住了他的心。特别在聚会快要结束，他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门口
问了他的名字，跟他握手，然后对他说：艾维德，我相信上帝要你为他工作。这些话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甚至有一些的抗拒，但是他内心却受这些话的影响，他决定去教会请教牧师。正好教会的牧师毕德牧师他不在，就由毕师母来帮助他。上帝借着毕师母带领他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后来也进步奉献他的一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艾维德读到一段报道，叙述中国向西方开放，中国的内地，黄河上游的兰州开始有第一次的飞行的这个内地的航线。报道者他们这样说，他说：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终于敞开门户，接受西方的文化，设立医院、学校、铁路，现在更有了飞机，但仍然有千千万万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句话在艾维德心中一直挥之不去，他开始常常把中国这两个字挂在嘴边，而这样也引起他父亲的注意，并且严厉地指责他说：你也不是护士，也不是教师，去中国到底能有什么贡献呢？这些话让艾维德非常的伤心。当时27岁的艾维德，他知道中国的内地会要在当地开设短期的宣教士训练班，他就决心报名来参加。但是因为他的学历，太浅了，他的课业总是在成绩的水平之下，所以当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的学期成绩不及格，也就宣告了他没有资格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这对他来说是晴天霹雳的事。所幸那一年的正式委员，他是一个，仁慈的，苏格兰人，他介绍艾维德他去服侍两个从中国回来的女宣教士。艾维德那时候他觉得当不成宣教士来服侍宣教士，这真是讽刺。但是他一心为了要去向中国千万世上的灵魂来传福音，他只好去接受了这份工作。意想不到的是，因为这样意外的替他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同样能够前往他所向往的中国。原来这两位宣教士已经退休了，但是却不像他想象中那样衰弱，他们仍然很健康，参与各样的聚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听到了一个关于一位在中国服侍的劳逊师母的，需要。这位师母她的先生在中国已经侍奉了50年之久，他去世了，但是这个师母仍然不愿意回国，要留在中国继续的服侍，因为已经年老体弱，他希望有一位年轻的女宣教士可以来陪伴他。但是他无力去支付这个女宣教士她的交通的费用，需要这个宣教士自己筹经费。艾维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就很欢喜快乐地跟这两个退休的女宣教士说：这个不是就是我吗？他就请这两个宣教士跟劳逊师母来接洽联络，他拼命的工作，兼任别的工作，各样的工作，好不容易他存了3磅。那时候他去航空公司打听一张机票要多少钱，得到的答案是99磅。他想：哇，这对我来说真的是难如登天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又打听到更便宜的方式，就是能够搭乘火车经由荷兰、德国、波兰、俄国，然后到中国的东北，进入中国，旅费可以节省一半。艾维德就决定选择这条道路了。在当时英国有很多的人，教导这个少女们，他们要从小学习积蓄自己的，一些家庭用具，一些，嫁妆。艾维德他也有这样的积蓄，他心里想，也许这一生我就不要再结婚了，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去变卖。终于在1932年10月15日，他从英国的利物浦出发，向遥远的中国来前进。当时他正好30岁，而这个故事其实才刚开始。身处在这个当中，
他们又都不懂英文，所以他的心情十分的忐忑不安。还好依靠神，他能够勇往直前，平安的经过许多的惊险跟道路。在中俄战争之后，他不能直接搭乘火车进入中国的哈尔滨，他转变成乘船去日本的神户，再从神户转乘其他的船抵达天津，总算是让他抵达中国。那时候他就开始把自己的装扮打扮成像中国妇女的装扮，身穿短棉袄棉裤，骑着骡子翻山越岭的赶路，终于抵达了阳城。这时候劳逊师母的年纪已经73岁了，记忆力很差啊，他的白发蓬松，他骨瘦如柴，但是他虽然年纪老迈，却有很多很好的这个点子。他将自己所住的院子改成客栈，并且取名叫做六福客栈。而这个六福客栈是因为八福这个登山宝训的原来成为他的根据。那主要是借着这个机会向路过的所有的商人或者是这些驴子赶驴子的人来传福音哈。他就学这样的中国话来接待他们。但是他不像其他的宣教士学中国话只在课本上来下功夫，他直接跟当地的中国人混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在给家人的信中，他这样说，他说中国话非常难学，但是我善于模仿，善于学话，所以不用正式的学习已经记得了不少。同时他开始培养独立的精神，使他能超越一般宣教士的活动范围。从1911年这个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推翻满清的来成立中华民国以后，政府便开始改进革除许多当时候的旧习俗比如说要剪掉男人头上的辫子，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另外的也要改变这个妇女裹小脚缠足的这个习惯。但是这个事情推行起来并不容易，不像剪辫子那么容易，许多的妇女不肯让人看到她的脚。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妇女当中找不到有人能够来进行劝说的，所以在这当中阳城的县长认为这样的任务由艾维德来担任是非常合适的。艾维德也在这个劳逊师母去世后，因为自己要谋生，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似乎也是上帝的带领，政府除了供给他每一天的粮食之外，也派了两位卫兵帮助他执行法令，还有一头骡子能够让他骑到各个村庄。他也因为获得县长的授权，可以进入到每一位妇女的家中去劝说这个解放不要再裹小脚的这个事情，也因此接触到许多人，把福音传给这些妇女们，所以推行的也十分顺利，他也得到更多中国人的认同。所以在那时候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英国籍而入籍中国。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了，战火迅速的延烧到中国东北不久也蔓延到阳城，许多的轰炸或者是这个到处的哀声遍野。艾维德这时候他就负担起这个救伤养孤的责任，他也收养了不少的孤儿。在当时泽州那个地方负责的宣教士是一个叫戴维斯的牧师夫妇他们认为英国虽然是中立国，日本人不敢随便对他们怎么样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日本开始倾向于德国的纳粹党，所以很难预料中立国的地位可以维持多久。当时有100多位学生还有20多位的妇女来投靠他们，所以这个戴维斯牧师他就劝艾维德说，那你能不能带领这些人逃往大后方到陕西的西安去。艾维德接下了这样的任务，这个任务让他感觉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艾维德心中的感受也跟摩西一样，尤其是当他走到黄河河边的时候竟然没有渡船，面对着滔滔江水，他的心非常的沉重，
似乎要绝望了，但是小孩们天真的问他说：艾维德啊，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吗？他在这个提醒当中，他认为就好像以色列人带领啊，被摩西带领过红海一样啊，他为这样的事情来呼求神。等了两天，突然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为他们调派了渡船，把他们都运到了对岸去。这正是上帝眷顾他们的美好的印证。他们幸运的上了一个运煤炭的火车，开往陕西的西安。当他们抵达西安的时候，每个人都十分兴奋，但是这个兴奋好像昙花一现一样，因为西安的城内充满了许多的难民城门也关上了，无法入城，只得搭火车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一批老弱妇孺既挨饿又疲乏，而艾维德更是筋疲力尽，竟然他就在街上昏倒了。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这些周围的人就想起把他送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士那里去。他其实在这时候已经病危体温非常的高，又有肺炎，但是这些美国的宣教士刚好有带回来一些抗生素，才救了他一命。从此之后，他的身体就时好时坏。在休养的期间，他读到诗篇118篇17节说：我必不至于死，人要存活。他相信这是直接从神而来的信息，后来也真的痊愈了。1944年，上帝带他往四川去，他在四川成都侍奉了4年。在成都最成功的就是他在麻风病人病院中的工作，带领许多麻风病人信主。他的祷告十分有力，看见神的大能与工作。在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好像短暂时期的和平，但是又收到华北传来从中共从延安发兵与国军战争占尽上风，势如破竹。中日战争后，台湾回归中国，也有很多人，很多宣教士关心艾维德的去处他的前途，因为他放弃了英国公民的身份，要离开中国是很难的。有一个差会，他就为了艾维德写了担保书，用回到英国探亲为理由，让他在1949年离家17年之后回到家中与父母跟他的弟弟妹妹团聚。当父母到火车站接他的时候，竟然以为他是一个中国的妇女。在英国的期间，教会、学校、广播电台纷纷邀请他来诉说他在中国的经历。他也曾经在当时这个皇太子理查士王子所就读的学校来讲自己的见证。其中一个学生后来说，当艾维德讲到有关神的事情的当中，就好像他真的认识那个神一样。艾维德的生活被一个叫做布盖斯的人采访收集，后来编成一本册子，叫做《小妇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妇人的故事。后来20世纪的霍氏影片公司也将这个书收购，成为改编成为电影。那艾维德留到英国，直到他的母亲去世。他后来前往香港去做难民的工作，但是因为他不再是英国的公民，不能居留在香港，所以在香港很短的时间之后，在1957年他前往台湾，从此就以台湾为家。在台湾的时候，他也曾往 前往世界各地去讲道，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英国、伦敦等等，还有日本。他在这许多地方仍然诉说他在各地所做的工作。他在台湾救济许多被丢弃的婴儿，又创办孤儿院，夹着福音挂图到各个山地乡村来布道，接待了孤独无家可归的青年到他的家。在1970年，艾维德宣教士只差一个多月就满68岁的时候，他患了感冒，但是因为他不接受同工的劝告，坚持要去日本一个美军的基地讲道。当他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十分的虚弱，医生来探望他，
为他打针，他就暂时好一点。但是到了晚上，被他跟他同住的这青年的同工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离开了这世界。他离世的消息传遍了全球，英国的广播电台发布了他的死讯，在台北有超过1000人参加他的安息礼拜，在美国、澳洲、英国伦敦还有香港各地都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遗体葬在台北的基督书院，由当时那时候的蒋总统亲自来题字弘道以爱，以表赞扬。但最重要的是，他这一生所走的道路是上帝亲自接他回家，享受他所做工的果效。今天的这个宣教士带给我许多感动，相信他的生命所付出的，从这个困苦的环境到神祝福他，使他在各地的工作成就神所需要的，我相信也能够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激励。我们就在这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切，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透过艾薇的故事更多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外国人竟然愿意为这个中国，为他所接触的各样的需要的人来摆上的时候，主让我们更多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能够看见那宣教的何尝的需要，我们能够领受你从天上来的意象，能够将我们的脚步跨出去，成为一个愿意的人，为主你所使用，相信我们的生命要像他一样经历更多的丰盛，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